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 swing 的活动，能够带给大家一种重新认识舞蹈的一种体验，然后它可以在后续在你的生活是一种新的生活的社交的形态，就是一种很纯粹的开心，一种跳舞的开心，就是会让人非常的享受在里面，非常的快乐。这个开心还蛮酷的，就是说我们需要快乐要跟别人分享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分享快乐的方式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这段期间，很纯真的地方，让你获得快乐的地方，充满魔力。I don't know.